到了后面我好的时候是这样子。我三个牙也没的，这三个牙也没，就啪撞你。嗯。成功真是不是那么容易的，用生命在演。大哥，我想提议大家来玩一个游戏。小游戏，别太难哦。输了的人呢，需要回答大家的问题。喂，他们这种老人家，我是拍文艺片的。王祖贤。那我王祖蓝。我要记你们这些名字啊，王祖贤、王祖蓝，我要这样记得。哎。吴彦祖啊。你就谢霆锋。我朱茵。张柏芝。周星驰。郑少秋。我周润发。郑少秋、刘德华、王祖蓝、王祖贤。吴彦祖、谢霆锋、朱茵。张柏芝。张柏芝。我是谁啊？周星驰。周星驰啊。好，来了，开始了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哦，七。哦。周润发，周润发。你叫了吗？我叫了。就算我跟你讲，你停住，我都不知道你叫什么。他叫刘德华。哦，刘德华。来来来，你问他。成龙大哥，您在剧组拍戏的时候，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会让您大发雷霆？不认真，不关注，没有尽到他们。我曾经，我很少发这么一个大脾气。我在拍戏，找人找不到，我一上二楼，他们在找马，就赛马，一个电那个电视机还大的那种，不是现在保温大的那种，所有人就围着巷子，我这样一开门，他们根本听不见。我说现在拍第几场？二圈三，三圈就。他以为赛马第几场呢？我说我现在拍第几个镜头？啊？我就是这样，杠他们一看是我这样拿着。从二楼丢下去，转身走了，摇一摇头，他们就够了。我很少在现场发脾气，他也很少在现场。话锋一转，没有不发脾气。我现在跌出五名以外，最近的排名身上第一位是林超贤。以前有一段时间杜琪峰也上去过，他现在应该掉到第三位，然后徐克有一段时间第一，现在比我厚一点。他没有，他入不了，他进不了前五名。我有看过一张照片，上面就是有写你脸上身体每一个地方那个，然后我是谁的时候也是出现过一次特别危险的一个。受伤的啊，那个是龙兄虎弟，龙兄虎弟就非常危险了啊。城堡跳树，咚，这边100多尺，斜的，我一摔一定死啊。那我就又不敢高，你高的你的那个脚啊一定过墙，你只能在这边刚刚好咚。结果呢，我第一个一走，突。屁股一坐，那个树不敢松啊，我怕我这个人会往前，我就顶，松，等一下坐稳了，咔，一转身起来，咔，看，哎，大哥 ，OK， 不行不行，我下来，好像很钝的，我要像胖胖放手他走，要利索一点，再来个，嚓啪，树断。我沿途在抓树，抓一根，抓断一根，抓一根，断一根。下面的摄影师抱着机器走了。如果他抬我一下，应该没事，因为我缓冲了嘛，已经。我不缓冲早死了。我就啪啪啪啪把那个树枝咔啪啪啪。我一摔一下会摔，这么摔，所以我那个脑是这样，咚，就是这样。对，这边是个洞。不会摔的人一定是这样，棒。
整个就爆了。我一下来起来就我说我腰疼，哎，别起来干什么，别动别动别动，我就看见很多人拿东西捂着我的耳朵干什么，我就拿过来一个捂啊，忽然间才感觉那个血喷出哦，嗯，好疼啊。跳那个镜头我拍了六天，每次一出去就塌了。跳灯的时候你们真的不会了解当时的情况是有多么的恐怖。我真的不是 Superman， 我是一个普通人，满身的伤是数不完。这十几年当中很多人啊，他老了打不动了，但是呢人终归会老的，现在你看一眨眼68，在两年70，12年80，再好命再给我10年就22年，22个春节，你一个一个春节再数，到了后面就想死，我死过两次，一次吧算是，我也怕死啊也怕老啊，但是人终归会老的，就怎么样死得心安理得，我对这个社会对这个家庭对这个国家对这个民族做了什么，所以就是我刚刚下来撞头完了就那个时候我还是暴发户啊，啊买金表啊买什么什么完了之后我不能，我就这样子，原来死是这么简单的，蹦一个树下来就完了，才开始做慈善基金，从慈善教会我做人慢慢变成今天的成龙，所以我很感谢慈善，老就让他慢慢老去，我老得安心老得开心，这个最重要。哎呦这个啊，出道60周年，对，谢谢谢谢剧组你们，谢谢导演，谢谢你们，很感动。无限超越班，谢谢你们辛苦了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加油，下次见。接下来的两期将是新年特别节目。